听见我儿子就是在那里啊，过来两个人把孩子抱走了。所有东西都是他们设计好的，用假身份证、假信息，他们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假身份证。江龙大桥都就是前面后边都是哪一片，然后基本上我们转过来完了。不甘心，没有把申通找回来。他说不行，必须得找，我有一口气也得找。你好，阿姨，帮我找一下孩子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我走在寻子路上这15年啊，我印刷了很多个版本，寻人启事将近100万份，就这一份，这个版本是最多的。不知道申通在哪，也不知道人贩子跑哪去了，就拼命的打印。为了省钱，申军良总是在出发前准备好足量的寻人启事，只要有一点线索。申军良就带着一箱子的寻人启事出发寻找。帮忙看一下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孩子。对，这个小孩，你帮我看看这有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孩子。直到寻人启事发光，路费用完，申军良才不得不暂时结束他的寻子路。上面的照片等会儿也稍微靠边靠齐。每次打反正都是打个几千张。然后可能就是用没了，他就过来打一些；用没了就过来打一些。反正没见到过。打印店老板理解申军良迫切想要找到孩子的心情，但是真要找到被拐多年的孩子，又何尝容易呢？我们外人看来吧，说实在的，就感觉这个希望就和很渺茫似的，因为你说丢了这么些年了，这么长时间，你说要是就长大了之后你认都不好认，怎么能找到呢？申军良不愿回想的是2005年初发生的那一幕。当时他在广州增城一家塑料玩具厂做主管。在我们那一片基本上就是说很好的家庭了。他在那边就是一个月那时候就拿了5-6千了。甚至有时候好的时候6-7千块钱。对，是普通员工的很多倍。申军良当时租住在石滩镇沙庄街的一处楼房里，儿子申聪快1岁时，申军良的妻子于小丽又怀上了2胎，日子平静而快乐。然而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这个家庭陷入深渊之中。2005年1月4号，申军良像往常一样去上班，妻子在家照看孩子。当时我儿子在床上睡觉，我呢就在厨房里面做饭。之前用的是那个铝锅嘛，它那个水管啊比较高，锅啊就放底下比较矮，那个水流啊比较长，哗啦哗啦哗啦响。正在做饭的于小丽全然不知危险即将来临。过来两个人就开始从背后就这样抱着我。突然的袭击让于小丽根本来不及抵抗。只能拼命呼喊求救，捂着嘴，就是眼睛里边哪里边，就揣着脖子往嘴里边抹药，我就喊救命救命，一喊喊不出来，他就开始用那个胶带往我身上缠，两个人一个抹药一个捆。惊恐中，于小丽睁不开眼睛，也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只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药味，耳边是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。我觉得那个药反正就是呛得慌。这个眼睛啊就睁不开，就是那个泪呛得慌，听见我儿子就是在那里啊，就是把孩子抱走了。混乱中，于小丽感觉有人抱走了申聪，但是被胶带束缚住的于小丽无法反抗，只能听着申聪的哭声越来越远。当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挣脱身上的胶带后，申聪早已没了踪影。有衣服吧，好撑脱。我打开门就过去，就下就跑着喊着。于小丽第一时间报了警，并联系上了正在上班的申军良，说儿子被人抢走了。申军良焦急万分地往回赶。在派出所，我看到了我妻子，满头闪话，整个半边脸都是红的。这个眼睛睁不开，抹了药，哭着说着。那时候我都懵了。
蹲在那里都傻了，啥也不知道了。申俊良带着妻子在派出所做完笔录后回到了出租屋，在邻居嘈杂的议论声中，申俊良听到有人说抱走孩子的人是同一栋楼的一对夫妻。他就住在斜对门，就隔一个楼梯，他住在这个308，就知道他叫个斜眼，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哪里人不知道，什么名字不知道。他们夫妇带着两个人，一个穿橙色的衣服，平头方脸，楼上楼下都是邻居，很多人看到他。当我知道是斜眼抢的时候，我感觉到很快就把申同辉找回来，我就没有告诉我妈，我爸我妈都没说，我想几天就能找到。既然知道了抱走孩子的人，那么就一定能找回申聪。此时的申军良依然心存侥幸，一开始就想着，哎呦，这户人家真傻，再喜欢申聪，你也不能硬生抢孩子呀，就想着警察一下就会把他抓回来。然而当民警对这对夫妻的租住信息进行核查时，发现他们登记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。申俊良这才意识到事情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，所有东西都是他们设计好的，用假身份证假信息，他们住在这里就是为了抢申聪。这个消息让申俊良夫妇如坠冰窟，我就拼命的回忆，谁和他说过话，谁跟他打过交道，谁去过他出租房，只要跟他说过话的、打过照面的，所有人全部排，全部找。反正江龙大桥都就前面、后边跟那一片，基本上我们转过来完了，就那几天，那警察也找，我们也找，哎呀，那个没法讲，真的是煎熬，没法讲。伤心之际，申军良意外得到了一个消息，有人认识斜眼。没有这个人，说不定到现在只知道斜眼，啥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人告诉我，斜眼抢完申聪之后跑珠海去了。哇，我一听说跑珠海，我感觉珠海应该很小吧。申军良马上安排妻子回河南老家，自己辞去了工厂的工作，带着打印好的寻人启事出发前往珠海。我就想着，如果他在珠海，只要人看到这个寻人启事啊，他是申聪刚被抢走，他没有变样啊。听见我儿子就是在那里啊，过来两个人把孩子抱走了。所有东西都是他们设计好的，用假身份证假信息，他们住在这里就是为了抢申聪。江龙大桥都就是前面后边跟那一片，基本上我们转过来完了。不甘心没有把申聪找回来，他说不行，必须得找，我有一口气也得找。把珠海每个角落都找一找，花个一两个月就把申聪找回来了。然而到了珠海，申军良才意识到，在一个大都市里想要找到一个孩子是多么困难。你好，阿姨，帮我找一下孩子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申聪被抢走之后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是申聪在哭，担心申聪哭的时候有没有人抱呀。直到现在，申聪就那哭脸，在我已经抹不去的。随着寻人启事张贴的范围越来越广，申俊良隔三差五就会收到一些关于孩子的信息，不管信息的真假，他都会寻迹前往寻找申聪。即便最后可能人财两空，申俊良也从未放弃。申俊良说，只有跟他一样有过寻子经历的家长才会理解这份无奈。每一个给我提供线索的好心人，他都会说，三大哥你不要找了，这个孩子就是申聪。这一年失望希望太多次了。多年寻子，申军良耗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为了继续寻找申聪，老家的半亩宅基地、县城的房子和一部新买的联合收割机也被他卖了出去，甚至还欠了不少外债。不甘心，感觉到自己的渺小，四年没有把申聪找回来。你好，还有房子吗？有啊。
多少钱？三人房吗？对。有啥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啊。三人房80。有没有便宜点的？便宜点的60。最便宜的60吗？没有带便宜的。行，我找找看，谢谢啊。什么样的便宜？我找什么样的？我从外面看一眼，我就知道这个我能不能进去。我没有房。即便是价格低廉的小旅馆，申军良也不是想住就住。四处寻找申聪期间，申军良夫妇先后又有了2个儿子。申军良依然行走在寻子的路上，很少回家。而留在家中的于小丽被深深的自责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快要到春节了，在家人的一再催促下，申军良回了家。看到精神恍惚的妻子，家徒四壁的窘况，他第一次开始犹豫，一边是需要自己支撑的家庭，一边是迫切渴望找到的儿子。申军良无数次陷入找与不找的痛苦挣扎中。快要春节了，我回来了，别的小孩都有新衣服穿，我儿子买棉袄都买，都到大腿，就是到伸到就胶薄。毕竟家里还有两个孩子，对吧？咱一家人得生活。我表哥见到之后说：“你这样一直下去也不行啊，家里要生活呀。”为了让申军良留在家里。过完年后，申军良的表哥强行把他们一家都带到了济南，安排在自己的家具厂上班，还给他们租了房子。谁都没想到，元宵节没过，申军良就偷偷跑了出去。他说不行，必须得走，哪怕不有一口气也得走。帮我看看这有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孩子。谢谢谢谢。比起漫无目的地拿着寻人启事在路上问人，申军良更愿意追寻线索，即使有时只是一句“那个孩子可能就是申聪”。请问你们这里有开水吗？开水啊！啊，借你。哦，借我用一点，我泡一下泡面。基本上，你在家逮不住，在家，哎呦，这个可能就是申聪吧，我一定要看看。你不去看不行。一般来吃最多的还是泡面，因为这个快，省时间，实惠，最起码它有汤。就在申军良漂泊在外寻找儿子踪迹的时候，警方也在不停地努力寻找。经过多年不间断的侦查，广州警方在2016年3月。先后抓获了作案嫌疑人周某平、杨某平、刘某红、陈某碧及张某平，经审讯，嫌疑人均供认拐卖申聪的作案事实。从警方那里得知嫌疑人被抓的消息后，申军良以为很快就能找到申聪，迫不及待地开始准备给申聪的礼物。上中学学生背着书包行不行啊？可以。男孩穿的衣服在哪边啊？男孩啊，那边都是学生。那段时间啊，把床弄好，书包、秋衣秋裤都准备好，就找我一个表哥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准备去接申聪了。”自己心里就是不由自主的，就是觉得就是这种画面，就是哎呀，我孩子肯定回来，带他去逛逛济南，带他出去玩玩。然而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申军良等来的却是令人沮丧的消息。警方说，嫌疑人只交代了把孩子卖给了广州增城的一户人家，但是却说不清楚买家的具体信息。你想一下，这么多年人贩终于落网了，鞋也终于抓到了，还不知道申聪在哪，让我煎熬的真的想结束自己生命。如果我结束自己生命换来关注找回申聪，我感觉是值得的。2017年6月，申军良从警方那里得来消息，申聪极有可能被嫌疑人卖到了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。
申军良立刻赶到了紫金县。学生帮我看一下，找小孩的帮我看一下，回去之后。你好同学，帮我看一下找小孩的，谢谢。然后帮忙看一下找小孩的，谢谢。这个县城有多少个学校，我全部打印出来，我一个学校一个学校来找。紫金县每一个镇我都去过，镇下面几乎每一个村我都走了一遍。紫金县几乎每个村的电线杆上都留下了申军良张贴的寻人启事，然而他又一次失望了。好大的一座城市，走到十字路口都真的不知道往哪边走。我拿着手机转圈，一边转一边喊申聪名字。哦，申聪你在哪呀？手机头指向哪边我就往哪边走。2019年2月，在紫金县苦寻无果，申军良把对申聪的思念写进了信里。申聪，我魂牵梦绕的儿子，你在他乡过得好吗？你的生活是否快乐幸福？你是否知道你是被别人硬生抢走的孩子？你是否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家人在疯狂地找你，想你？申军良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。2020年3月初，申军良在家整理寻子信息时，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说孩子找到了。惊喜的同时，申军良夫妇也开始担心，分离15年的申聪会愿意与他们相见相认吗？